被吓到是不是？我们刚刚就在讲说，因为上次送他去 Nanny 家的时候，他在车上啜泣，那这一次不知道回来他会不会又啜泣。如果啜泣的话，可能抓起来，那我们会有点难过哦。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紧张？还好，处处错吧，处处安慰他一下。我们走了，他也马上忘记我们。对啊，这一卡夹在卡住的。宝贝，我们回家了，回家了。你怎么到这里还是用牙牙？我们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宝贝，你今天满三个月了，7月12号了。咦，这么可爱，这么可爱，还是尖叫哦。小心可能会有小狗啊，哈。嗯嗯。嗨，妮儿。没事哦，我们要拍照片哈。爸爸在这里耶。嗨，姐姐。嗨。爸爸。没事，嗯。哎呦！哎呦！嗨！哎，别！没有，好，我们再多几张哦。好。哎，这个不可以吃啊！首先，这个是肥皂水啊。And every time that you are closing your eyes, I will be beside you. 我们今天难得出门，今天是为了要去买 Mira 的奶嘴，奶瓶，对对，奶瓶的奶嘴。然后走路大概是半个小时吧，差不多，来回一个小时。真的。然后我今天买了一个法式哦，这是我们的下午茶，这个里面有小麦、裸麦、黑麦芽、麦麸、松子、综合坚果，你看上面的燕麦跟麦仁梅干、亚麻仁子、奇亚籽、阁楼籽，而且还是无油哦。甜味是健康的 monk fruit， 是武汉果糖，零热量的。那里面的麦芽粉呢，它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他命跟矿物质，可以帮助消化、消腹胀，还可以排毒、解决便秘问题。配上这个柠檬汁，完美哦。我代表刚刚哭哭啊，对不对？请问米尔小朋友，为什么每次洗澡都要哭哭呢？嗯，流口水，流口水。对对对，给你朋友拍这个。对啊，那就先拿出来。对啊，给他。尝一下哈，踢踢。那尝，大尝。Mira， how's your day？ Hey Mira， how's your day？ Looking good， you're looking good。他快翻成功了，差一点，他刚差一点翻成功。喂，嗯，大贝贝，新的贝贝呢？宝贝，新贝贝啊！爸爸长大跟你去运动，好吧？好吗？小轩，好吧？长大一起运动，好吧？哈，小美女，你的英文名字叫 Mira。你英文名叫 Mira， 知道吗？ Fly right to you， cause when I dive into the traffic， the echo of your voice is all I hear， I'm never tired of your laughing so far。 现在在挑明天百日要穿的衣服，结果今天去工作忘了带相机回来了啊，不晓得怎么回事。看小脚丫，你们好，爸爸挑衣服。这个没有可以穿的，都太大，我来那个。现在我们要过去做最后布置了。
刚回家吃饭，我们先把车子推过去。宝贝，哎，拍完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宝贝，你歪掉了。你看，这个是谁？这是谁？这个啦，这是你耶，有没有？谢谢阿姨，我们拆礼物了。我们今天要带你去量身高，量身高，好不好？你在看镜头啊？啊，量身高在哪里？哎，刚好在这里耶。下来一点，这样。下来一点。有了。哎，头要站起来，来往后靠一点。往后。哎，我不要这么严格哦。人家名不是60吗？你帮他量。可是这里58哎。58。第一次啊。不要摸。现在确定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把它贴好。OK。他们贴3个月的。嗯，这是你3个月的身高，满意吗？对呀。满意吗？说个话好不好？说个话。满意吗？很好。好了，我刚刚这已经录了第3次、第4次了，这角度好哎。那你看熊熊哎，你的熊熊哎。Camera， 镜头，小心你看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哎、欸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啊、小心。Hello, Mira。Hi, Mira。Hi。啊，流口水，流口水，我要帮你擦。呜，接住了。Here comes the moon.